朝鲜，英文叫做 Wuhan。 或许你们也是同感受，那我们就来一起感受一下。绽放的百合花，是否在透露些什么事情？飞舞在身旁的蝴蝶，好像要告诉我它的故事。我的耳朵，它顿了。你要讲你和我的眼睛，它盲瞄，我不知道我身在何处。海燕，海燕那一朵红燕，海燕那一朵红燕，那一朵一朵红燕，那一朵一眼红燕，海燕那一朵红燕，那一朵一眼红燕，那一朵一眼红燕，那一朵一眼红燕，海燕那一朵红燕，那一朵一眼红燕，那一朵一眼红燕。在身旁的蝴蝶，好像要告诉我它的故事。我一路奔跑，我听不清楚你要讲的。我的眼睛。Yeah.
什么事情，飞舞在身旁的蝴蝶好像要告诉他的故事，呼唤，好不好？